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。天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，过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又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情浮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形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，无不知其名。向名曰道，心静有为神从。道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知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者所造之物，就可以晓得。教人无伪罗马第章二十，我们如何让人明更有位上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自的相信宇宙中然未明中的。我们佛经中，当我们所有的努力常常会带着期望说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当事不顺利时，我们能安自己天缘人物，若情应绝望了，我们只好叹其天不从人愿，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多天理招了。有一位神你看不见的不表示就不存在，如空中有许多电波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，虽然看不见电波，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心机电视，我们不但知道电波存在，也能这些波正确接触上帝。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，但借着他所